啊，今年真是这个蝉出来的比较多的年份啊！看见没有，这个是一个刚刚出土过来，准备脱壳、蜕壳了，看见没有？你看这很多蜕的壳。这个准备带回家去，放纱窗上，让它自己蜕壳，让小六可以看一看这个过程。现在小孩能看见这个的机会不多了。这是两个知了猴啊，本来是想拿回家看一下破壳，我小时候就玩这个，但是小六没玩过，但是他害怕，就是还是放回树上放生了。别动了，别动它了。OK， 这俩难兄难弟不带回家了，就留这儿吧。小六害怕放家里。